但您今年七十几？没有，就说就不到不到七十。哦，不到七十啊！我看您这身体怎么了？心脏病。哦，心脏病。摔了，说大胯摔了，这就好不了了，离不开药。您得多注意点啊。是，这不是注意着吗？那您心脏病的话，按做支架、支架、脖子都做了，啊、做完之后到弄一垃圾摔那儿。谁也不愿意摔，再一个也没什么吸引的，谁都活这两万多天、三万天。是，要说呀，这么着给自己开心。哎，那您以前在哪个企业？建筑公司，就金石这个啊，住六。哦，住六啊？早没了，住总的那个。哎，对，你这是住的吧？啊，您在那儿做什么呢？建筑公司。建筑工。施工。哦，施工啊。施工。那当时也算还行的呀。原来我们归那个哪儿，北京市房管局事业单位。是啊，反正上班是合适的。说这个建筑工人跟那个煤矿先富起来，是啊，那是合适。那是你挣的钱，你跟现在比，用那奖金就能带这一家子。哦，那会儿您能挣多少？刚上班儿？你算算吧，刚上班的时候，我们插队啊，插队回来就按那个二级工嘛，四十块钱付的。第三年就涨了50多块钱，这工资可以，你真的奖金比这多。有零年亚运会，我们奖金1000多呢。哎呦，那真是亚运村那边。那您平时来讲也比工人收入的要高啊？高，高一倍两倍，不是也都这两下子吗？对，你要往上比，人比我拿的多的。那您就在那儿干了一辈子？可不是就在那退休吗？这不是这55年就提前退了，不是可以那个按那高工那个？那您等于是55退的？哎，55，写一申请就退了。高空，他算的高空作业。哦，那么一高了，不是你要血压高什么的，这就危险吗？是啊，那您就是以前盖楼是不是老爬高啊？哎，对对对。那退休那会儿您多大？退休55。那几几年那会儿？我09年。哦，09年。我属羊的。那会儿您能收入多少？那阵儿我退休费3000多块钱，现在就是6000吧。单位给那都给200，是，200多。哦，还就有补助呢，单独呢。我们有补助，吃亏。也当然我退了，人家改了也没我的，叫什么什么基金的，叫职工那个叫什么？企业基金。哎，对对对，有年金叫什么？啊，年金。哎，人家赶上那个的，合适。像我们这祝总，北京市祝总统一的给200。200，像我们管理的这个给230，一直就管理。那是监理。哦，监理，那您有那监理证啊？啊，施工监理啊，都有。是啊，每月祝总给一个二百三。哦，每月都能多拿。每月。那还挺合适的。